众朋友你们好，今天我们福基水在台湾水上推出我们最新的 UMPC 迷你的笔记本电脑，这是我们可以说全球最小的一台的 UMPC， 连通那个 Multi-Touch 还有那个多点触控的功能。为什么这个产品是这么小的？我们在生产的产品的时候是针对了一个 Executive User， 只是用户他需求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是过去是可能放在包里边，现在需求一台的笔记本电脑是可以放到这个口袋里边，比方说这个样子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去出差咯。所以就是说他用这台笔记本小笔电的话，就已经有他们全部的笔记本电脑功能在手里边。当然就是这台UMPC 还有一台 Multi-Touch 功能，它是可以单手触控的，比方说现在我左手边有一个麦克风，右手边我要充这台小笔电怎么办呢？直接用那个单手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控制鼠标的，就是在这里了，可以单手触控，可以站立使用，跟市场里边看到的一个小笔电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就是从大小来说，从用角度来看，这是一台有很大差异化的小笔电的。